记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有些人你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他也没问过你的名字，而你却始终无法忘掉。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。我理解。我怎么会犯上怎么说我变成这么花痴，眼珠子掉地上。租个这么帅的男朋友得花多少钱？谁说是租的呀？那你现在回去是不是喜欢他？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做我男朋友。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口。为什么离开家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为什么？今天要不揍你，我就不去拼了！我。我就是传说中的沙雕王。